大家好，我是大明。12年前呢，在这儿吃过麻辣烫，还有包子，那家小店做的挺不错。但是现在动迁了，刚才我路过这儿，我发现了跟当年一样的店面，应该是他家的店，招牌还有店名都一样。12年之前的老店，现在变没变味儿？以前他家店的位置就是在这个位置，但是现在全是工地了。现在我们找到这家店了，就在前面，爱情麻辣烫，跟当年一个牌子。姐给我来一份麻辣烫。完事儿来三个包，啊行，你样来点。啥整的这是？啊，搁这吃，还再来三个包子。好嘞。一份老式麻辣烫。味道不错，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味。光盘行动，这哪上班去？多少钱你啊？过去了啊，11块钱。记得他家这个店以前在前面没动迁的时候，价格也特别实惠，味道做的也挺好，一直开了10多年。跟他一起的邻居啊，都换了多少家了。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